那挺热的吗？就这是啊，热的真热，我活着。好像忙的都不来。哎，看着他能带吗？随着我的手电啊，哎，重心。要起来，脚不要起来，啊，哎，脚不要起来，哎，啊，这儿，对，他的腿长，力不到，知道吗？看这个东西，但是哎，这儿偏斜，往这儿来，高一点。起了一点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对了，这给力，哎，这就给力了，那就高一点，不让你低下去，哎，低下就不行，太给力了，哎，他手气性好，手，哎，这样子，那个膝盖有点了，哎，这再偷懒不行啊，拿根棍子来，高一点。再高一点，哎，对，哎，低了不行，不让你低下去。为什么不让你低下去就知道了。待会儿啊，你看他现在他的重心偏一点点，就是他这个膝盖没有撑起来。哎，谁收的？说，有多少钱？哎，没，家里什么时候没人？存折密码，不要存折，咱直接就是钱啊！来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坚持就是胜利嘛！想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，啊。往那一弄，从裤子看多了。他自己是往下走，你也受不了。其实不高不低也是最累的。你手往那一放，他就低下去啊，还好点。累了，你高上去也成。他就是不高不低那时候最哎，对，够厉害。哎，最累的时候，你棒，成功来。好，坚持一下啊！哎，对，擦了，我看有点擦了。好，我擦给他。哎，我去接手。他已经是俩腿都不是他的了。妈的，是他那个腿长，他那个腿长，他那个腿长，他往后坐，那都是这个。他这叫腾腾，这鼻子也是那种的，是吧？你看，如果没不行的话，哇，还有舒服，来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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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我手劲儿，哎，对了，这么着来做，舒服了吧？这就舒服，你看手要低下去了，手不要低，哎，对，他沉，手不要低，我给你摆的动作，你不看手多高啊？他沉下去，手坠，哎，手往前探着，哎，对，这种劲，好，膝盖撑起来，往这儿收，哎，这就比他们强点了，这就站不稳，哎，这收啊，对，这儿合劲啊，对，不要翘屁股，要把命门鼓出来。命门骨出来，不要歪身啊！哎，命门骨不能歪身，这边骨这边不骨也不成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正着膝盖撑起来，膝盖再撑，哎，这气都在前胸，气在上面，嗯，这儿不能停，憋着呢，嗯，他这气一下就能上了，嗯。你给他摆完那儿，他那儿，那儿摆完这儿，他要这绑回来，他肯定不行，他肯定你看他就又歪身，歪身又歪身了，哎，让他自然下沉到丹田，你这样啊，到腹部上，对，坐在这儿，哎就行，
所以拿时间长了，你这就气就堵堵死了，好像吧？看你鞋子，嗯，那气在那个憋着呢。往外边看，下巴往回收，对，他领劲，你知道吗？正常呼吸，正常呼吸，喘不过气来。这你打拳刀干啥？打拳，让人看是正的，那样的打拳都不正啊。把胳膊伸出来，看，就像。你咋胖了？他这个好家伙，打一下没事，打一下就跟打在海绵上似的，是吧？他这个你看没有？他把这一点稍微的让他往回收一点，但这边的膝盖让他撑开，这边的膝盖撑开，哎，这儿往这儿收，别动，坐到我腿上，对，这儿打开，哎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你还坐在我腿上呢啊！哎，你别哆嗦，撤腿，你哆嗦我可就躲，我就躲了。撤腿了。哎，把手高一点，头，哎，手看，哎，好，这儿弯，这儿弯曲，这儿坠，这儿沉，沉肩坠肘，手指领劲，对，坐在我腿上，你放心，我不撤腿。啊，给都挪走。我说你200多，400多坐我腿上没事，待着。是不是教练过来抽根烟？我说我抽根烟，待着，你想起来就起来，行，你想起来就起来，你这儿我练不成了，待着，待不住，我就让你不干了，我跟你讲，他起都起不来，烟。